带你牵住我的手，不要让悲伤和哀愁在生命中停留，不要令我远走孤独太久，真爱在我心口，永远不回首，直到你生命的尽头。烦恼和忧愁你替我来分担，你是我生命中的航行风帆，总有风云变幻，哪怕海枯石烂，真爱与我陪伴，再苦也心甘，你是我生命中的永远期待，所有快乐带走你的悲哀，你是我生命中的永久依赖，总有天地轮回，哪怕转世再来，依然是我的最爱，天地曾定你的情怀，我敬你，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请你吃饭。我也敬你。只知道你姓谢，还没有请教你的芳名呢。我叫谢珊珊，珊瑚的珊。谢珊珊，称呼你谢小姐未免有点太生疏了，以后能不能直接叫你珊珊呢？可以。那好，我叫你珊珊，你叫我普俊。哦，对了，昨天在森林公园我看到你骑单车，你的小男朋友长得蛮帅的哦。森林公园？哦，那不是我男朋友。不是你男朋友？难道是你老公？你别胡乱猜，他是我弟弟。哦，你弟弟跟你一起住啊？不，他住校，他在读复旦大学二年级。哦，为什么不跟父母一起住啊？我父母在湖南，我是湖南人。啊，难怪你说话没有一点上海口音。哎，俗话说乡女多情，你是不是也……哎，你别胡说八道，你才多情。我要是不多情怎么敢追你啊？我是陈总的秘书，你不怕他？哎，我是光明正大的追女朋友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是不是我说错话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们该点菜了吧？哎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小柯啊。啊，李经理。哎，小柯，那个黄总是你什么人呢？朋友，不过他待我像自己的妹妹一样。啊，他可真够凶的。那周大哥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，他昨天派人去打听，原来黄总可不是个一般人呐。没错，昨天那架打的我损失不少哦。我可以陪你。算了算了。哎，
你这身打扮不像是上台的样子。我今天来是来向你请辞的，以后不唱了。啊，这是黄总的意见？也是我自己的意思。那对你我可都是损失啊。我不能就这样唱一辈子啊。李经理，你是懂音乐的，我先请教你一个问题。你请说吧。你认为我究竟有没有唱歌的天赋？有啊，不但有，而且天赋很好，只是缺乏专业训练。我现在学还来不来得及？是晚了点，不过只要你肯下苦功夫，那请位好的老师应该还来得及啊。李经理，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好老师？你真的想学啊？不再赚钱了？如果我能做一个真正的歌星，应该赚的比这里多。那倒是，只要你真有这份心呢，我一定帮你介绍一位好的老师。谢谢。妈，我去上班了。哦，阿甘呐。啊。今天外面冷，衣服穿得够不够啊？够了，有毛衣，还有大夹克。好，路上要小心车子啊。哦，再见。哎哎。妈，妈，快快坐。妈，这样不行啊。不要紧，歇一歇就好了。不行啊，不对了。没有什么不对的，你快去上班，不用担心我啊。嗯，快去快去。啊，哎，妈，妈，不行不行啊，要看医生啊。哎呀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找普俊。哎呀，不要麻烦人家。不是麻烦，是请假。哎呀，阿甘。医生怎么样啊？从脉象来看，你的胃有点不太妥，胃疼吗？有时候胀痛，胃口不太好。嗯，来，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。啊，悬细脉，舌苔腻，中焦失困，胃气郁滞。这究竟是什么毛病啊？这样吧，我先开几副药给你吃，不过你最好到设备齐全的大医院去做次胃镜检查。我的病严重吗？目前还很难说，等检查完了才能最后确定。怎么了？有点不舒服。早上阿甘请假，陪我去看了大夫。医生怎么说的？哎，也没说什么，开了几副中药，让我先吃吃看。你怎么不去看西医呢？中医西医不都一样吗？反正都是治病。阿甘回来了。啊，阿甘。刚放学啊。今天吃盒饭。妈生病了。我知道，
为什么看中医不看西医呢？妈说的，我的话他不听。医生怎么说的？要妈去大医院检查胃。什么时候去？妈说吃完中药再看。哦，小霞，去帮妈煮碗汤，妈没胃口。哦。现在的条件不错，声音也很好，你很喜欢唱歌吧？正因为喜欢，才特地找您学。你这么喜欢唱歌，只要你花一番功夫，我看你会有作为的。啊，真的？是的，但是我们必须从基本功开始学起，从气息啊、发声啊、各句处理等等，这是作为一个歌手必须具备的。学习这些会不会很困难？你的天分是有了，但就看你用功不用功。学这个基本功呢，跟唱可不一样，十分枯燥乏味。老师，我一定会很努力。那好，我每个星期给你安排两次课，每次一个小时。从下个星期开始呢，我们先从音准、试唱练耳开始。好。哎，我来。我已经遵照总裁的指示，约了执行副总裁、开发公司的杨总经理、球场的陈经理以及相关人员在会议室等着。啊，上车吧。啊，小张，哎，把车开到公司去。是。这段时间除了忙公事都做些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只不过新交了个女朋友。哦，什么样的女朋友？漂亮吗？啊，漂亮倒不至于，不过很端庄大方，很懂事。她是干什么的？一家私人公司的女秘书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正正式式的交女朋友。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跟总裁开口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如果总裁晚上不用车，我想跟您借车。是不是跟女朋友约会啊？对，不知道总裁方不方便。我不用车，你用吧。啊，谢谢总裁。哎呀，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有点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总裁看起来是有点疲倦，应该早点休息了。那我们改天再聊，你先去吧。啊，谢谢了。钱还给了陈总，虽然了了一段心事，可是那是我心情最恶劣、最
最消沉的时候。我刚刚赶紧坐在这里，看着对面的大楼，还有辉煌的灯火。阿甘是谁？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可以说是我的兄弟。当时我曾许下心愿，将来一定要买一间豪华的大办公室，还有一栋别致的住家。如今眼看着有希望了，不过现在看来，光有住房还不够，还需要一个适当的女主人。这样就是我的狗窝。狗窝？怎么把自己家说成狗窝呢？不是有句俗话吗，叫做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。来来来，快坐坐坐，别站着。来，光棍的宿舍嘛，难免又脏又乱。来来来啊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是来看看你的，看你冻着了没有，饿着了没有，我是关心你的。哎呀，有什么好看的，快走吧。你我有朋友在，没空招呼你。哎，不不不不不，哟，今天又换女朋友了？你哎，上次来那个不是短头发、鹅蛋脸，哎，长得挺不错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你？赶快走，快走，走啊你！好，我自己有腿，自己会走的啊。哎，你那个特助还当着呢吗？我干得很好啊！走走走走吧，快走，快再见啊！哎，拜拜。他是我的房东，一天到晚闲着没事专寻我开心。你可别信他的话。哼，就算我不信，不过今天不是你第一次带女孩子到你家里来。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是真话。好，我向你坦白，你的确不是我的第一个，可是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绝对是我的最后一个。真的？我可以发誓。你不必发誓，我相信你。最近你的心情和气色都相当的好啊。对，恋爱中的男人嘛。恋爱？我正在爱情的漩涡里游自由式，这回啊我是十分认真的。这个女孩非常值得我去追求的，哈，我再也不花心了。
听你的口气，好像有跟他结婚的打算。如果他愿意啊，其实啊，我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也该有个安定的家了。哎，总裁，您说是不是？嗯，人是该有个家。下班以后，我直接来看你，本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，没想到你还没有回来。房东帮我开的门，你这间又脏又乱的小狗窝，我已代为收拾，臭袜子和脏衬衫都洗好了，挂在浴室里。如果没洗干净，你要多包涵，毕竟这是我第一次为个男人做这些事。不等你了，我们再联络，珊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珊珊，切蛋糕之前先要许个愿。对，先许个愿，一定灵。对。许吧。哎，许个什么愿？是不是跟我有关？不能告诉你。不能告诉我？哎，既然是许愿，当然不能说，说出来就不灵了。哦，好好，那我们来吹蜡烛。啊，来来来，好好，一二三。嗯，好好好，好，请寿星切蛋糕。OK， 剩下的小霞来付，好吧？好，来，我帮忙。给寿星。哦，你切的太大了，我来切吧。阿姨，你先来尝尝。哎呀，珊珊呐，谢谢你呀。我们家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阿姨，我应该谢谢您才对，您让我感觉像一家人，好像回家一样。哈，这里本来就是家嘛。对我来说啊，阿姨就像我的母亲一样。阿甘是我的兄弟，小霞是我的妹妹，将来啊，你也成为这个家里的一份子。阿甘，小霞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当然好。好，以后只要有空，我一定会常来的。来，珊珊姐，啊，来，阿甘，来吃吧。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啊，打开看看。对，打开看看。对表，嗯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真货，还有保单呢，喜欢吗？嗯，喜欢。来，我帮你戴上。好看，你看看，简直就是啊，天生的一对嘛。没错，傅大哥，我改一句广告词送给你们俩吧。好啊，你说。要珍惜曾经拥有，更争取天长地久。哇，小霞已经长大成人了啊！冲你这句话，我就应该好好的请你吃顿饭。嗯，珊珊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啊！来来来，下下下下下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说是，来来来，下下下下！好，大家，快点！等，开了，开了，快，开了，开了，给我，开了啊！开了！几点？开！怎么样？哎呀！我说什么来着？让我开！来来来，掏钱吧，掏钱！我要方便，走开，让我压，让我压！哎呀！
哎，别打！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快点拿过来吧，拿过来吧，给你拿走，站着。哎呀，这回你就包过来，背啊！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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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不见？见不见？这下等会儿，我压你！压！我两千，你还是小心点，赢不回来。开开呀！哎呀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什么？你又想借钱了？手气黑！我借了好着呢，现在手气也该转好。掏钱了。你已经借了5000块，一个小时就输光了。先把这5000块还了再说。3000块啊！我只要再借2000块，手气一转好，说不定连本带利全捞回来了。前账未清，后账免谈，这是老规矩。哎！掏钱吧，掏钱吧！别，行行，拿过来。把门打开，我有事找你。我已经睡了，有什么事儿改天再说吧。不行，我今天非得见你不可。你把门给我打开。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呢？是不是又喝了几盅猫尿啊？存心来麻烦。你才怪猫尿呢！你开不开？不开，我就是不开。哎，你看什么？你想造反啊你？我不看！你发什么神经？你把门都给踢烂了！谁叫你不把门打开的？屋里是不是藏了别的男人了？你胡说什么呀你？我要搜一搜。你凭什么呀你？凭什么？买了那么多的礼物，凭我给你那么多钱花？你不行，你不许你去，你。好啊，你果然在屋里藏了个小白脸儿。你这个混账小子！我打死你！哎，你放开他！你不能打他！你不能打他！你放开他！你放开他！你不能打他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你。你把他打死了！小哥，小哥，阿甘，什么事？你爸爸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公安局来通知。你爸爸关起来？为什么？去公安局知道。哦、老师，爸，你去吧，但愿没事。谢谢老师。快！哦，请坐吧。谢谢。警官，我急着想知道。我父亲
究竟犯了什么罪？目前看来是重伤害，他跟别人争风吃醋，用酒瓶把人打伤。外伤还是其次的，一只眼睛失明是有可能的。争风吃醋？你母亲呢？他已经过世十年了。难怪呀。他平常喜欢酗酒吗？他平常是爱喝两杯。警官，请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在拘留所。那我能不能去看看他？现在不行，按照规定要在审判之后才能探望。请问他的罪会判得很重吗？这种伤害罪要看对方的态度，对方如果坚持起诉，只能由法官来解决，如果撤销起诉，可以设法进行和解。我倒是建议你们去找对方谈谈，最好能够道歉赔款解决。警官，我很愿意去向他道歉，不过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，你能不能帮帮忙问问我父亲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女儿。你呢？你又是谁啊？我叫甘霖，大家都叫我阿甘，我是他朋友。阿姨，我希望你能答应和解，我愿意。做梦！我绝不能答应和解，不关他三年五年的，也要关上他一年半载的，否则我不能解恨。阿姨，我愿意赔礼道歉，我愿意赔偿你的医药费和你一切的损失。赔偿？他把我打成这副德行，怎么赔法？我这眼睛如果瞎了，我这后半辈子就全完了。你就是挖掉你的一双眼珠也赔不了。阿姨，不必说了，你既然是他的女儿，就等着给他送牢饭吧。请。小柯，小柯，我妈来看你。阿姨，你人不舒服，干嘛还跑来呢？我刚刚听阿甘说，才知道你爸爸出事了，我担心你胡思乱想，所以过来看看你呀。其实，我想也没用，这件事恐怕很麻烦。阿姨，你坐。哦，你也坐啊。会不会坐牢啊？可能会，除非对方改变心意，愿意和解。听说，对方是你爸爸在外面的女人，多少应该有点情意呀。我看，半点也没有。是你爸爸自作自受，简直活该。小翔，怎么可以这么说话？王伯伯是长辈，他平常哪有一点像做长辈的样。好了，别再说了，小柯心里正难受呢。小柯，我们能帮你什么？
你是知道的，对方不肯和解，谁也帮不上忙。平常我也生气他，埋怨他，可现在想想，无论如何，他毕竟是我父亲。说得对，俗话说父女连心，不过你也不必太难过了，有什么事啊就过来找我。真的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那说好了，不许改变啊。嗯，好，我知道。那在西餐厅见吧。那你现在干嘛？好，那去外滩。行，可以。普俊，陈总回来了，可能找我有事儿，我们再联络啊，拜拜。陈总有事吗？是那个普俊吗？啊，是。陈总请你喝茶。我现在没空。有没有空由陈总决定。好，我去。上车。陈总，好久不见。你胆子太大了吧，连我的秘书也敢追。陈总的意思是不要装傻，谢小姐是我的秘书，一开始你就知道的，最近却常常打电话约她吃饭跳舞，承不承认？我承认，只是我不懂，这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她是一个可爱的单身女孩，我是一个健康正常的单身男人，我为什么不可以约她？别的女孩我不管，是我的人就不可以。陈总，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个问题？说。珊珊只是你的女秘书，不是你的女朋友，更不是你的妻子，对不对？只要是我的秘书，你就不可以追。这天下能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有。这未免太霸道了吧。你要跟我顶嘴，上次是德哥的面子，
我不跟你计较。这次如果你要惹我的人的话，找谁出头都一样，懂不懂？请莎莎过来。是。陈总，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的个性你应该清楚吧？我是很清楚。嗯，那我就当面郑重地告诉你，以后不许跟他来往，更不许约会，明白吗？啊，我明白了。珊珊。带我去看看大海，风中